来，我们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少峰，陈部长也来到了节目现场，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和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2019年，全县整县脱贫，顺利摘帽，贫困发生率由33.54%下降到0.97%。千百年来摆脱贫困的夙愿变成现实，下一步我们振兴乡村的信心愈加坚定。一个是希望你们啊，能够像咱们陇县的青山一样壮美，做有情怀、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奋斗人。第二，也希望你们能像陇县的绿水一样清澈，在追求自己爱情的道路上珍惜有缘人。第三个，也希望你们像咱们陇县的土地一样丰厚，亲情灌溉，精心呵护，收获像陇县五宝一样的多彩人生。家国一起，喜上加喜。我也祝愿来米嘉宾奋斗路上共结连理。好，谢谢谢谢。